美食中心，大家晚间好不好？好啊，很想念我，对不对？很想念我哈，我也很想念你们呢，真的，越想就越帮越大了。非常感谢，谢谢你们的光临。我们的舞蹈员啊，请留步，这些就是我们的唯舞独尊，现在也蛮红的哈，在我们的 Apple 专辑里面都有看到哈，记得买一张哈。来，继续呢，我先邀请我的漂亮的宝贝们出台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。谢谢谢谢，荧光棒有吗？那一支东西有吗？五颜六色的。谢谢谢谢哈，来，我先邀请到我的宝贝出台，先等一下哈，你的 camera 准备好哈，要拍美美的。来，首先欢迎到文馨小姐，掌声鼓励。全部都是漂亮，这两位也非常帅哈。我这位就是我们的文馨，大家都见过哈。来，今天要请到我们的小米可小姐，掌声欢迎。又来漏风，可能是我吹的姿势不对啊。等一下你慢慢教我吹啊，我很多力啊。来，继续呢，欢迎到我们的子琪。我先逐个逐个邀请到上台先呐哈，好不好？听一下，你们全场100%掌声，狼叫声有没有？狼叫声你都会，你很厉害耶！看到我们的，好，我们的老师到了哈，来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来，我的天门呢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照个相，来来，上前来。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漂亮满地都是鸡毛哈，所以等一下你们要大大力掌声啊，手不够响的话脚也来，来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好、哦，一下子哈，一下子哈，拍个照留个念，等一下你们要拍照也是可以到后台啊，对，哪里？哦，来了哈，等一下还有一位哈，他因为路上塞车的关系，来。欢迎到我们的玉儿小姐，来掌声鼓励。站站这边啊，对，漂亮吗？漂亮啊，可以看而已啊。好，来，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影师照个相，来，一二三。哎呀，有吗？可以吗？有照相吗？拍一下，有啊有啊哈，好了吗？好的话你这样，双强大哥可以了吗？你不要人看到流口水那个都不会动的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来啊，不要浪费时间啊，我们的舞蹈员，我们的歌手，请到后台一下哈，把这个舞台暂时暂时借给我用一下下哈、啊，我们的。唱片歌手如果到的话，请到后台报到一下哈，可以啊哈。来，因为他们的舞蹈员的那个衣服真的是太大件了，太大了，也非常精彩哈。来，欢迎大家，你来到我们的皇后林七露天卡拉 OK 美食中心。我先来个自我介绍，小小的自我介绍哈。来，我是来自双赢娱乐节目制作的金牌司仪。今天不够金，今天是粉红色的哈，也可以这样称呼我。来，我是嘉莹啊，代表我们的双赢娱乐节目制作，向我们的在场来宾朋友们您致谢，谢谢你们抽空到我们的林七来小镇美食及美酒，以及欣赏我们所安排的一系列歌舞表演。好看的话，等一下记得给我一个赞哈。来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来再次感谢呢我们的。漂亮的老板娘，我的 handsome handsome 老板，以及柜台的好久不见的啊大姐，来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我们的老板老板娘给小妹这个机会再次重返我们007的舞台这边，与在场的朋友们您见面哈，谢谢，你不要看到我一直笑哈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们啊，来，好不好？给我们漂亮的老板娘一个。鼓励的掌声，小妹呢
也在此呢祝在座的朋友们您身体安康，接下来的日子里买什么种什么，这样这个当然是马票哈。来，我们007啊，露天咖啡美食中心的所有摊位的老板们，生意兴隆，黑马红马，不过大声再多一次，黑马红马，哇马，谢谢。他刚才一边炸东西一边在那边看，哇，你很厉害哦。哎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哈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我们的，等一下，我话不多说，不然等一下他们要赶我下台了哈。我先讲一下我的小情绪。来，昨天呢，本来今天呢，真的是带着满满的心情到我们这边，因为好多好久不见朋友都远道而来看到了哈，非常感谢，谢谢你的光临。今天呢也是非常重大日子，算对我来说蛮重大的。我们双赢节目制作已经迈向4年了哈，也非常感谢我的宝贝们一直风雨不改，风雨无阻。这首歌这4个字适合拿来用，来，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都站出来啊，真的是非常感动的。说到他们，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几个宝贝，谢谢哈，妈咪在此向你们说声谢谢。有没有想哭的感觉？要哭快点哭啊！来，昨天呢晚上收到一个坏消息，就是我的大伯啊，昨天去世了啊，所以会影响到一点点，但是呢。所谓敬业乐业嘛，作为一个歌手呢，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台下的所有观众朋友们，对不对？对呀哈，来，再给我一个狼叫声，我讲错了，哔哔声，记得出奶力的吹呀、啊，你们出奶力我不接受，来，谢谢谢谢，这是感谢我朋友们，谢谢哈，来，话不多说，马上有请到我们第一位歌手，也就是。